也是相思交织，都是老师教室没教过的形容词。我不顾一切狂奔，不为周遭事物的影响而沉闷，不被别人错误理解变得混乱，不随波逐流，不会不听不说不问不闻。都快40岁的灵魂，为什么还那么的沉沦？干脆一刀两断，关上以前的门，为以前的自己画上句号，不需要泪奔，继续坚持着那份该有的摇滚。